大红书第一章，以下是对尼尼维的宣判，就是伊勒戈斯人纳洪的意象录。耶和华是极恶和施行报复的神。耶和华施行报复，并且满怀烈怒。耶和华向他的对头施行报复，向他的仇敌怀怒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可是大有能力。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 耶和华乘着狂风暴雨而来，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土。他一斥责海，海就干了；他使一切江河枯干，巴山和加密的树林枯槁，黎巴嫩的花卉凋残。大山在他面前震动，小山也都融化；大地在他面前废去，世界和所有住在世上的也都这样。在他盛怒之下。 谁能站得住呢？他的烈怒谁能受得了呢？他的愤怒像火一般喷出来，磐石在他面前都崩裂了。耶和华是良善的，在患难的时候，他做人的避难所，信靠他的人他都认识。但他必用泛滥的洪水进行毁灭尼尼维之地，把他的仇敌赶入黑暗之中。尼尼维人呐、啊！ 你们对耶和华还有什么企图？他必进行毁灭，患难必不再次来临。他们像缠结着的荆棘，像喝醉了的酒徒，又像枯干的河街。全都被吞灭了。有人从你那里出来，就是筹划奸恶的人，图谋恶事攻击耶和华。耶和华这样说：尼尼为人虽然装备完整，人数众多。 他们仍必被剪除，这样就完了。我既然使你受过苦，就一定不再叫你受苦了。犹大，现在我必粉碎他在你身上的恶，打断你的锁链。尼尼维啊，耶和华已经向你下了命令，你的名字必不再传于后世。我必从你的神庙中除掉雕刻和铸造的偶像，我必为你预备坟墓。 因为你没有存在的价值，看呐、啊，那传报佳音、宣告和平之人的脚已经站在山上说：“犹大，守你的节期，还你的愿吧，因为那奸恶的人永不会再从你中间经过，他已经被彻底除灭了。”那红书第二章，尼尼维啊，那分散邦国的必上来攻击你，你要。 固守堡垒，严防要道，束紧你的腰，大大增强你的力量。然而，耶和华必恢复雅各的光荣，好像以色列的光荣一样，因为劫掠的人曾把他们劫掠一空，又把他们的葡萄之子毁坏了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，战士的衣服是朱红的。在他预备出击的时候，战车的钢铁闪烁如火，骑兵疾驰。 战车在街上狂奔，在广场上东奔西驰，他们看起来像火把，跑起来像闪电。亚述王召集他的权臣，他们碰碰叠叠而来，急急忙忙走上城墙，竖起了防御的挡牌。合闸都被打开，宫殿也被摧毁了。王后赤身被掳去，他的宫女都哀哭，声如鸽子，个人捶胸痛哭。 自古以来，尼尼维一直都像个水池，池水不断流出。虽然有人呼叫“止住，止住”，却没有回转的。你们劫掠银子，抢夺金子吧！积蓄的财宝无穷无尽，珍贵的器皿不可胜数，现在却空虚、荒凉，一无所有。人心惊惶，两膝发抖，全身疼痛，面无血色。 狮子的洞穴在哪里？喂养幼狮的地方在哪里？公狮、母狮和幼狮不受惊吓之处，可以闲游的地方又在哪里呢？公狮为幼狮撕碎足够的食物，为母狮掐死活物，把猎物塞满了它的洞，把撕碎的填满了它的穴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必攻击你，我要把你的战车焚烧成烟。” 刀剑必吞灭你的幼师，我必从地上除去你的猎物，你使者的声音也必不再有人听见。那红书第三章，这刘人写的城有祸了，全城欺诈，充满劫掠，抢夺的事总不止息，鞭声嗖嗖，轮声辚辚，骏马奔驰，战车颠簸跳动，骑兵腾跃冲锋。 刀剑烁烁发亮，枪矛闪闪生光，被杀的人众多，死尸成堆，尸体无数，众人都被尸体绊倒，都因妓女多有淫行，施邪术的美丽女巫借着她的淫行诱惑列国，借着她的邪术欺骗万族。万君之耶和华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必攻击你，我要把你的裙子掀到你的脸上。” 使万国看见你赤身露体，使列邦看见你的羞耻。我要把污秽可憎之物抛在你身上，侮辱你，使你成为众人观看的对象。看见你的都必逃避。你说：“尼尼维荒凉了，有谁为他悲哀呢？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安慰你的人呢？你比挪亚门还强吗？挪亚门位于尼罗河流域，周围有水环绕。” 海是他的屏障，水做他的墙垣，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，福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助手。然而他却被迁徙，被掳去了。他的婴孩在各街头被摔死，人们为他的尊贵人抽签，他所有的达官贵人都被锁链捆着。至于你，你必喝醉，必被隐藏。 你必因仇敌的缘故寻找避难所，你一切堡垒如同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果子，若被摇撼，就必落在想吃的人口中。看哪、啊，在你里面的人都是妇女，你境内的门户都向仇敌敞开，你的门栓被火烧毁，你要打水已被围困，巩固你的堡垒，踹泥踏土，紧握砖磨。 在那里，火要烧灭你，刀剑要除灭你，吞吃你，好像吞吃蚱蜢一样。你只管增多如蚱蜢，加添像蝗虫。你增加了你的商人，多过天上的星辰。蚱蜢退了壳就飞去了。你的领袖多如蝗虫，你的军长像一群群的马蚱。天凉的时候停留在篱笆上，太阳一出就都飞走了。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，亚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族安歇，你的子民分散在各山上，没有人招聚他们，你的创伤无法医治，你受的打击非常严重，听见你这消息的都必向你鼓掌，因为你不断行恶，谁没有受过害呢？